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2年5月4日，红军十次入欧冠联决赛历史第四。欧冠联准决赛中，利物浦总比分5-2力克维拉利尔，顺利晋级决赛。根据数据统计，利物浦成为了第四支打入欧冠联决赛超过十次的球队。排在他们之前的还有皇家马德里16次、AC 米兰11次和拜仁慕尼黑11次。利物浦是首家创下这一成绩的英格兰球会。曼联曾五次打入欧冠联决赛，车路士则有三次，诺丁咸森林二次。阿仙奴、阿士东维拉、列斯联、曼城和热刺各一次。利物浦已经六次捧起了欧冠联冠军，是捧杯次数最多的英格兰球会。他们今年有望争夺第七座欧冠联冠军。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。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。